真心觉得二代的气氛营造的很好。哇，一次打两只耶。我们可以捡那个，捡他们的东西。比尔是我认为最可惜的一个 NPC。希望到时候啊，可以新增个皮尔斯入线。啊，最恐怖的是士兵。A1 暴击伤害很高，每个怪物它都有固定的弱点部位，打下去暴击率几乎是一半。打不到，不起来。
3+1。拿我们的报纸。哦，还好还好，还好，大概记得。在时间，你们帮我提供攻略就好了。饮料机，下面的杯子还残留着流程，真浪费。别吵，这应该是油炸机吧。那个钥匙是拿来开店。哦，这样看得到，看得到。那个人不见了，就那个给我们钥匙的那个队长。伯特，开一桶炸弹，一看就知道是来毁尸灭迹。先去草丛一下，等一下我再拿钥匙。用钥匙开那个。到后面那个基地里面可以拿散弹枪。这个我有记得。但是不高棒，接着是什么蛋白质？
然后这边有榴弹枪吗？接下来开始各种士兵。看一下这个有没有给我东西啊？好，没有。果然被打了。先这样吧，先这样。把屎吸掉。我们还有596发，完全很够啊。没打到，啊，被人踢。哎，我去那里。
不怕特别。小心点，阿雅。OK 的，我也小心的。应该这边就没东西了，要到另一个房间吗？不过我就要补球了。嗯，还有就是那个侦探坎迪嘛。黑卡。哎呀，真可惜啊！为什么他不用两个路线，一个皮尔斯，一个是这个呢？坎迪吗？真心觉得，而且这个男的其实有点不太好。啊！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试驾 EMP， 太好了，补品我们空间非常够了，补品可以一直吃。用火烧一次只能烧一只眼 ，EX1153。啊，等一下就到你说隐形兵了，对不对？啊，不怕特，拜托，对不对？他跑掉。是啊，我要一个人面对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应该他有视频。哦， 哦， 哦，欢迎。
隐形兵开始有点适应了，有点适应。啊，300EXP，啊，这样也算可以。哦，P08。OK， 感谢。哎放。好 ，save 一下。我先去放那个，先去放。不要杀我！还活着！对，一开始我要先拉停顿一下，选择。太多太多，9A 破片弹，108，我把警棍直接无法移动，增加 HP 啊，增加 HP， 110。蓝光弹。我感觉好像拿了很多垃圾的东西。
边跟那边都有。好，我们上去。不要怕，不要慌，然后怕请关引去。镇定剂扔掉。但赏金模式的 number 九没有那个，他不会放异常状态，是吗？就我就是想说留一个也好，啊 ，save 一下。又是里面服务生 ，Hello， 需要一包薯条。这年代服务生真不敬业，就跑过来一直问我说要什么，又不帮我去用。服务全是天经地义的。哦，说的也是啊。这之后也被回收掉，因为我在犹豫，我到底要现在身上我这个回 MP 的，还是要用这个？我七个道具空间，打王冠的时候我再用这个吧。打王冠的时候，天。哦，好啊。这个把它扔了。等那个道具来满的时候再用。接下来看我的监视器就会变成说被关掉。在大部分生物细胞中存在的是器官。曼哈顿第一代，我们的第一代。结果玩了一模一，我才发现曼哈顿是一座岛。我原本以为是像纽约一样是个地方。1287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榴弹炮。
普通模式也是，不过我觉得赏金模式下应该是预设。我先等一下用个火焰第一发。